烤年糕的好吃程度不用我说了吧，放四块不同口味的年糕，哇，年糕拼盘的感觉，脆脆的，放棉花糖、巧克力，还有巧克力棒，然后夹起来，大概热一两分钟就可以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给它掰开看看，这是放凉了好一会的，所以不是很拉丝，我觉得趁热吃肯定会很好吃。还有巧克力流心，棉花糖是低糖的，所以整个吃起来很香，甜度的话也是刚刚好，大概五六分甜，真的很好吃哦。但我觉得棉花糖还是放的有点少了，真的好好吃啊，我感觉年糕这么做就很像一种创新的甜品，外面脆脆糯糯，里面香香甜甜，特别棒。